生日祝福。好，我有两个生日祝福。第一个祝椰椰的皮皮鱼，在吗？在吗？椰椰的皮皮鱼，嗨，生日快乐。然后第二个祝飞燕姐姐生日快乐。耶！还有个祝小雨卓生日快乐。我还好，我免费的，笑死。下一个是王毅的吗？嗯、哦，然后我要讲第一个生日祝福是 Alan Chen， 生日快乐！耶！啊，同喜同喜。然后第二个 ID 是有别的狗了呗。然后应该不在吧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 Hello， 自我介绍。还有还有一个、哦、还有祝 SASC26 的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，祝我每天都很赞生日快乐。耶，生日祝福。哎，再翻前一页，那个生日祝福翻一页。祝我世界第一甜憨憨，在吗？不在。在，这个是吗？生日快乐。然后祝光仔气球小熊在吗？好，不在吗？不在。好，生日快乐。耶。孙雨珊，大家好，我是 SH 48的 TMH 组孙雨珊。先来看，我们开心一下上海站公演。耶！那我们来看今天的 MC 话题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亲爱的你，团内成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兴趣爱好？奇奇怪怪的兴趣爱好，我感觉大家去迪士尼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爱好。为什么？我不觉得奇怪，我只觉得有一点多频繁。对，太频繁了。每天每周末感觉大家都一定要在迪士尼团建一下。那就可能他们办年卡，是吗？但是其实我看到别人去的，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想去，但是我看到别人去了，分享在朋友圈，我就我看到别人在朋友圈很快乐，然后我实际上去的时候，我又觉得很累，就仿佛是两个世界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然后有吗？其他呢？我叫林淑琴，林淑琴成员，林淑琴是团内成员，然后不然呢？然后他在我们团内有很奇怪的爱好，就是他乐意帮人家采耳。确实，这台上所有的人的耳道我都观摩过。那你要不要浅浅描述一下？不是，小玉卓最干净，真的，她从内到外的一个干净，连耳道都精致的一个女人。耶、yeah ！最不干净的我就不说了，你就告诉我这几个字的吧。太明显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对，我的奇奇怪怪的兴趣爱好就是采耳。我知道一个郭爽的奇奇怪怪的兴趣爱好，这不能算兴趣爱好，就郭爽癖好，癖好，郭爽那个不吃蔬菜，挑食。这只是挑食而已。但其实有的人不吃肉也算是挑食。确实，我就很讨厌吃肉。但是真的很奇怪，我们吃螺蛳粉的时候，他会把里面的料全部都他不吃葱，不吃蒜，不吃笋，什么都不吃。对，就是只要有味道稍微大一点的都不吃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个
那个系统，对，生态系统，自己的食道系统，不吃很多东西，就是没办法接受那种味道。是吃进去就是会很想吐吗？好娇贵哦，原地去世的那种。这么夸张？是公主吧？对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好像有一次就是我当时刚来上海不久，然后他点了一份是小龙虾还是什么的，然后给他放了葱，那个炒饭。然后他就说，我明明已经千叮咛万嘱咐，为什么你还是给我放了葱？因为我每次点外卖，我的备注就是不吃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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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会死，真的，求求了，不要放葱，就是这么一大串请求。对，后来那一份很好吃的炒饭就送给别人吃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呢？还不吃盒饭。王毅，我知道王毅的癖好。哎，王毅跟我一样都喜欢那个小爬虫。哦，确实。哦，那确实，你喜欢那种冷血动物。蛇，我都喜欢，好吗？就是那种蛇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我比较喜欢。对的，我也喜欢。你的癖好就是爱看动漫。这叫癖好吗？这叫癖好吗？我们二次元少女有自己内心的爱好。兴趣爱好。哦，林诗晴喜欢养鸟，死还没养。养鸟怎么呀？多可爱！我也想养。我也想养。对啊，养鸟。我想养一只。不养鸟的才奇怪呢，养鸟的才奇怪呢。我想养，只要颜色很漂亮。对，我想养那个蓝色的小鹦鹉，那个我也是。一看那个价格，给我劝退了，好贵。确实。是吧？对。主要是它会有点吵啊，就是每天早上。已经养了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是有原本有这个打算。他非常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非常想，我也是，我也说，天天看那些视频，我被张鑫劝退了，要不以后我们两个一起住吧，以后把它打造成养鹦鹉的，而且鸟一定要养两只，不然一个人对对对，它会孤独的死掉，没事的，对啊，而且你得从小养，对对对，得手养手养，对对对，而且它你得给它穿尿不湿，还得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里面垫那个化妆棉，哎呀，相见恨晚，哎呀，哎呀。真不错，那我问有没有人喜欢水晶？水晶，啊，你好喜欢啊！水晶宝宝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有那种大自然的矿物，就是感觉，也不是说有能量，就单纯觉得很漂亮。对，而且还得有好运，就喜欢在拿在手上盘它，然后去观赏它。就我每次我难受的时候、无聊的时候、开心的时候，都会去这样看它，觉得很享受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紫色。就是，那哎，我适合什么颜色？我适合什么颜色？我适合绿色。你适合那个紫薯色。紫薯宝宝你好。对，还有吗？是杨，你说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说林淑琴。我最讨厌尖嘴动物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接受鸟。那你不是怕啄你吗？对啊，还有鸡鸭我都很讨厌那种尖嘴动物。哎呀，你可能你是公主吧。对啊，我是我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去农场玩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小身体很差，他就想要就是给我煲一个鸡汤，然后我亲眼看着他怎么成为我的食物的，就是我看着他杀生，看着他的时候我在那哭，我小时候也看过，我在哭，我也觉得好可怜啊，你还哭，我在边上看完了之后笑掉米，然后回家演给我奶奶看。我也是，关键是我哭完了回家好好喝、哦、就是我小时候看我外婆杀猪，我还会模仿那个猪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类似那样的。这真的不是杀羊吗？这猪也这么叫的，然后我就是印象很深刻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回馈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吃他们，好好的就是物品已经到我们的面前了，就要好好珍惜，不然感觉太血腥了。刚刚那个话题。孙雨珊呢？孙雨珊，你的我的癖好是什么？就是爱睡觉吧。对，确实。笑这么开心。林淑晴，我懂我懂，真的很喜欢睡觉，有一种入土为安的平替感，对吧？就是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上面，就是只要有一个垫子他就能睡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其实很可贵，因为很多人失眠。哦，对，我就是失眠的。其实我是睡眠困难，平时晚上的时候。所以那你就是有眼袋吧，纯纯的熬夜。确实你没有，真羡慕。你也没有。我还是啊，好吧。对，王一裹得这么严实啊，王一川，今天走的是那个医生风格，医生，嗯、像那个研究生、戴蕾丝手套的医生，对啊，哇，这是你的兴趣爱好。
你适合去 cos 一下那个。哪个？那个荆棘公主。哦。那个。下次一定。好。确实。还有谁没说的吗？奶瓶。罗艳萍的癖好，有人跟她一样吗？收拾东西。对，她收拾一整个晚上。我每次都已经都快要入睡了，我说别收，我求求你了。我也是。我说别收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说我也是你这个位置。啊、对呀、啊。我知道，阿星，你知道了吗？未来的室友。所以啊，还不给我们养鸟，我们俩自己养。就是。奶瓶确实好像很喜欢收拾，因为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那儿坐着吃，然后奶瓶就像那个女主人一样，在招呼，哎，还有这个没拆，对，就去收拾，就跟那个我家我那个婆婆一样，有客人来了之后，你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形容词 啊？照顾一家子人吃，然后自己在那忙前忙后，真的很心酸。然后林淑琴还在那一直吃，不让奶瓶去吃。不是每次他都要站起来收拾，然后特别是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这样，就是仿佛一秒那个服务员上身，哎呀这个真的。对，就是我们饭桌就是还没他收拾的那么干净呢，就是他把服务员的事儿全做了。对呀、啊、我说亲亲爱的，不是我说亲。暴露了家人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心疼他，对不对？我亲什么？亲什么？说下去。亲他，亲就是那个亲亲您好，就是那个亲。辛苦了。这边有服务员的，对不对？亲亲，亲。但是就是有一点闲不下来，而且我觉得。我觉得大家对我这个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都在那个都在中心，对，都在封闭着，然后来房间做客的时候会有这个印象。我当时就觉得大家在我房间玩得开心，然后常常来就很开心，对，很好客。哎，他们宿舍买东西买椰子都是买12个，就是明明就两个人，然后还有买什么东西都是买一箱的那种，就是等着我去吃呢，对啊，等着我去享用，对啊，对，等就很没关系，以后你们都是室友了。除了养鸟的时候，其他时候都不是吧？还有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其他时候先分居一下。对的，我们可能就是会有点过不下去。哎，我知道杨姐的一个特殊癖好，就是她会在一个就是。不合适的场合去锐评人家的店铺，就是他经常这样子。怎么你把他踢倒了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商场，然后商场有个卖口罩的，结果他买了两盒很贵那个口罩，那个口罩就没出来，然后他就很气愤，打电话，喂，你们家店在哪？然后我们就去3楼找那家店，然后这家破店到底在哪儿啊？非常大声，结果人家店就在眼前，我说不就在那儿吗？真的很尴尬。还有一次就是，我们去那种商场里面，去那种密室逃，就是有商场里面有那种小的密室逃脱店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商场没什么人，然后我们就路过的时候，杨姐很大声地说了一句：“真的有人玩这家店吗？”真的，对不起，看起来特别精彩，我说这也太大声了吧，就是老师会就有一些出口惊人的话。我忘记了我自己讲的大声，因为我是我心里想，结果不小心说出来了。对，很可爱。那就祝我们这个直爽的这个养羊能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好了，那么就请欣赏下一组小伙伴的 MC 吧。耶、yeah. yeah.。